大家哈，莫太急哈，来体恤一下你渔民的哈。所以政府决定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重新开港，哦，重新开港。所以各位目前看到这个哈，乌石渔港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港，也可以说是一个旧的港。那目前我们罗城乌石渔港周边的设备，还有我们的造船厂、制冰厂，以及美绿美化环境工程，以及未来南洋最大的南洋博物馆，哦，即将在年底完工。那我们船现在已经慢慢的开离我们头城台湾本岛的头城乌石渔港，那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的目的地，好，在我们正前方哈，正前方我们的可爱的龟山岛哈。那目前跟各位报告一下哈，我们的船头是向东，哦，船头向东。那各位从前方看到的哈，可以看到非常狭长的一个海岸线哈，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太平洋。那全台湾的太平洋的总海岸线有1400公里，那我们由宜兰地区占了101公里，头城区占了45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由于我们头城地区啊海岸线非常的狭长哦，所以它的海鲜也非常的著名，尤其是港口特别的多。那再跟各位介绍一下，在我们的左手边的海岸线为往北，右手边海岸线为往南。什么叫往北？往北就是往芙蓉、基隆、台北、瑞芳等方向。那往南的话，就是往苏澳、花莲等方向。所以待会各位贵宾哦，行程结束的时候，记得要往台北的方向，记得要往往北，千万不要往南哦。不然哦，等一下回到家的可能是3天以后的事哈，哦，要记得哈，哦，3天以后的事。那跟各位介绍一下，我们头城渔港比较著名的几个港口，在我们的左手边有耿芳渔港及大溪渔港。那耿芳渔港，各位如果从头城乌石渔港开车到我们的耿芳渔港，大概只需花费5分钟的时间。那耿芳渔港怎么最著名呢？好，就是我们的定制渔网。那尤其在座有一些比较有年纪的都知道，定制渔网就是咱台语里讲的游戏网啊，哦，游戏网啊哈。那定制渔网哦，如果各位有开车的经验，从我们宜兰往苏澳方向哦，往海上看，哦，在比那个苏澳公路海上，哇，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渔网。那定制渔网它是利用